you've got uncertainty and interdependence and a lack of psychological safety, what happens is people hold back, but people are afraid to share ideas or to experiment or to experience failure. 新闻媒体正经历阅听众习惯大转变的时代，最近更加上了 ChatGPT 的人工智慧工具的被逼近，公司内外不断的有人问，到底机构媒体还有什么样的存在价值？从小到大生活的背景里面，一直告诉我们，我们随时都必须要注意人际之间的关系，多问的问题会不会显得我们无知呢？当我们提出反对的意见的时候，会不会让别人觉得我们在找麻烦呢？员工有问题的时候，他在会议上是不会提出来的，等到走出会议的时候，到处的八卦，到处的留言，到处的不满，那这些其实都是心理不安全所产生的症状，更严重一点就是他不敢坦诚。天下经营团队虽然不是彼此的 best friends，但是我们敢彼此拍桌子，大胆地提自己的意见，今天回头看也是我们组织转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底气。最近有些新来的主管会觉得我们这样的组织沟通成本会太高了，直接听老板不是比较有效率吗？但是我相信我们充分表达自己之后，愿意彼此承担的意愿也就更高，这也是我们为新闻媒体数位转型永续经营打拼的本钱。当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可以正面的冲突，我们可以彼此的讨论，但当我们达成共识的时候，会负起责任来完成，达成团队一个最好的效果。而建立安全感的第一个要诀其实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员工很乐意的坦诚，而员工也知道说自己有义务要去坦诚，那这就是心理安全感的第一步。 Don't confuse psychological safety with a lack of discipline. I think some of the very best organizations have a lot of candor and truth telling, but real disciplined process. The excellent work is to speak up.